星星在眨眼，月亮挂在天，天空就是一大张笑脸。朵朵的彩云啊，围绕在身边，伴着美梦经历出发向前，飞高一点点，再飞快一点点，穿越时空穿梭在眼前。爱多一点点，再装满一点点，把它送到你的窗前。幸福的风吹呀吹，吹进梦里面，快乐的种子洒落在心田，梦想的小苗一天一天在成长，静的房间，月光照枕边，宝宝已经乖乖的入眠。轻闭的双眼，把熟睡的笑脸，美梦像蜜糖一样甜。车工程师。新的一天，我们来看看英国的小男孩查理斯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装车的小行家。查理斯，快点过来啊，就差你了。来了来了。查理斯组对战贝克组，查理斯加油，赢了这一场胜利就是我们的了。好耶，冠军是我们的，冲啊冲啊。哇哇，战神号啊，难道查理斯你又漏掉零件了？哎呦，你总是这样，我们输掉比赛都是因为你了。妈，豆豆，迪迪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汽车工程师啊？豆豆，有新任务。英国的查理斯想成为汽车工程师。那还等什么，赶紧去看看。嗯，四驱车怎么没拼装好？难道哪里出了问题？先进去查理斯梦里看看。好，美梦之力，拜托你，我们需要进入查理斯的梦境世界。豆豆迪迪美梦开启。哇哦，这是汽车修理厂哎，好酷哦！请问有人吗？救命！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谁来救救我？汽车说话了，他在喊救命！别怕，我来看看。喂喂，怎么了？爆胎了？不是汽车，是我啦，查理斯，我被卡在汽车下面了。查理斯，你这是在干嘛？维修赛车啊，明天有一场赛车比赛，我这边人手不够，正发愁呢。那正好，我来帮忙吧。我也来帮忙。我们先从喷漆开始吧。
好。什么味道这么呛啊？奇怪，怎么没有颜色，还这么呛啊？查理斯，你喷的是什么呀？我用的是这个喷漆啊。啊，查理斯，你拿的是杀虫剂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嗯。查理斯，啊，又没看见，不好意思。搞定，下一个。终于弄好了，用来做赛车手吧。可以了。哎呀，怎么没有打开的开关呢？没有开关，不可能的，我找给你看看。糟糕，我忘了设计打开的按钮了。啊，解不开我怎么出去？啊，这个吗？别急，我用剪刀帮你剪开。哎，查理斯，你做事真的需要更细心一点儿。放心放心，来，再帮我点小忙就可以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比赛现场，选手们各就各位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本次比赛我们特意在赛道中设置了几道关卡，至于到底是什么关卡呢？比赛开始。开始了。怎么回事？撞到东西了！那是什么？观众朋友们，选手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一关——美食陷阱。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味的食物了啊！哇，好吃的，我来了！不是吧？昨天不是调整好了吗？豆豆，千万不要被美食诱惑住啊！专心比赛。迪迪，别担心，快看，豆豆的车开动了。哇哦，经过了第一关的考验。等待选手们的下一关会是什么呢？是弯弯曲曲赛道。现在贪吃小分队也赶上来了。车子好像真的有问题，不过比赛还没结束，我一定要追上他们。好像晃得很厉害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改装的赛车不会有问题的，是吗？现在是豆豆选手和坏猫选手互相上下，究竟谁能获得冠军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查理斯，车子好像真的出问题了。
怎么可能？难道？糟糕，我忘了装最后一个螺丝了！吓死我了！哎，豆豆选手出了意外，我们赶紧过去看看。豆豆，哇！豆豆，糟糕，这该怎么办？我下去试试把它拉上来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忘了解开安全带了，糟糕，救命啊！我昨天忘记调安全带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对了，我之前看过工程书，可以把整辆车吊上来，吊上来。我们可以做一个定滑轮，合力把豆豆和赛车吊上来。可是现在制作定滑轮的工具不够，我们可以拜托美梦之力。美梦之力，麻烦你，我们需要一个定滑轮工具，心想事成，美梦成真，变！怎么还没下来救我啊？完成了，我们快把绳子放下去吧。迪迪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是再检查一下吧。我不想又出问题了。果然有问题，这里有个螺丝帽还没有装上。啊，我太心急了。没关系，幸好及时发现了，不像我之前。豆豆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就来救你了。这下没问题了，我们赶紧展开救援吧。好。吓死我了，总算得救了。豆豆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你才出意外的。查理斯，我没事，现在比赛还没结束，我们快修理一下赛车，看能不能继续比赛。我明白了，检查维修包在我身上。豆豆迪迪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事情要细心，不做马虎大王了。说的没错，他一定可以成为出色的汽车工程师的。美梦精灵，出发！